西语幼儿园在外安 Seven 前广场举办的西语幼儿园万圣变装派对菜街亲子秀，带动全村共襄盛举，非常的热闹。家长与孩子们都精心设计打扮，每个人的题材都不一样，创意吸睛破表。这场变装秀，幼儿和老师们从幼儿园出发采街，沿街药堂、西语的乡亲几乎都动了起来，准备了气球、糖果、玩具等等，让这群活泼可爱的小鬼们来要。秘书刘桂雀也准备了许多的糖果、饼干，不等小鬼来要，自动自发的献给小朋友。啊，医生，好嘞，好嘞，带着，带着，带着，哇，哇，来，这个拿着，这个拿着，哇。队伍一路步行到全家便利商店前广场，紧接着就是亲子走秀活动，将每个家庭精心设计打扮，透过伸展台走秀的方式，展现自己装扮的主题与巧思。万圣节变装彩街秀一年一次，每一年是越办越热闹，外安村的街头一下子热闹了起来。这场的变装秀，家长和孩子们都精心设计打扮，有的是医生、护士，家属是扮成的病患，整套的装备都很用心。看到许多的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为了家中的小朋友一起来采街，一起来装扮。西语幼儿园这么盛大的万圣节活动，就连在港口做的乡亲也都加入的观赏，让大家度过一个不一样的万圣节。记者王海龙报道。